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在那个头哥丁特他们家，然后丁特在那边拍一下他，他现在在挂那个天堂 M。重点是头哥现在睡觉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看，直接先看头哥的电脑。还好我醒着。哈哈哈哈哈。艾瑞斯的照片。那女的是谁？那个女的是艾瑞斯。抓到。哇。欸，把他射成桌面啊。然后你朋友来看到气。白痴，你们他妈超坏。你桌面和你。我他妈。哇，这太好看了吧！我们底盖完全被遮住啊！这可以开吗？这可以开吗？六小时的影片，六小时影片太危险了吧！我开，我不管了。而且是新的，1月19号。哦。哦，他自己影片，他自己在玩。不是他就按到录影嘛，然后可能没注意。哦。可是头哥看起来没有很斯文啊。还算跟你比起来算蛮斯文的。头哥看起来绝对不可能比我斯文，怎么可能、啊？头哥一脸就是会黑的人。屁啦，真的。我一开始还是很圣光的，好不好？一开始吗？有吗？哦、你有圣光过？有有有。什么时候？8年前。一开始没开始视讯包。看视讯包为什么好像黑？还好啊，他虽然真的没什么东西哦。他真的没什么可以，没什么刺激的。好意外哦。我们把今天的主角叫起来了。好啊。等一下你们就可以看看他不绅士的一面，就让叶西去叫他。等一下叶西随便打出来。不然我们直接。可以吗？有锁门吧。怕什么？有锁门。我要死他了。我要死他了。有有有有。有一只小龙，先试试看小龙。我没有钥匙哎。我来试试看。我的好像也太粗了，然后都进不太去。嗨，头哥，不好意思，来不及了。谁开了我的电脑？不知道，哦，东西都换掉了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？我没动啊，我刚来啊。是啊，神功这个在。是这个。哇！神功，神功，神功，好。你知道很神，但是月西他在外面大力吹捧你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是真的，你回去看 VOD。你不要看 VOD 好了。然后因为我们去人家家里面，我问你哦，如果今天你叫小姐，那个茶来的，来的人是月琪，你 OK 吗？那不行啊，不行个屁呀！对啊，我哪里不好？认识的没有问题。如果不认识的，就这个长相，他只跟月琪长相。什么叫这个长相？应该是可以吧？应该是可以，他完全可以跟你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他还说可以，就代表说真的可以。真的很客套啊。不会啊。真的吗？不行就说不行啊。不好意思，你的外送茶来了。外送茶，对，小姐，你要哪一个？我不知道你要哪一个。好，家里有。要问一下丁特，有，就是你叫小姐月西来的话，你 OK 吗？不认识的，不认识。我说可以跟不可以，好像都不好哎。小可以，肯定可以。可以啊，你嘞？他感觉不太行啊，他感觉可以啊，他这样叫感觉不太行啊。啊，你可以吗？我一定可以的，我一定可以啊，我一定可以啊。只要是女的就可以。没有，你是有动没有实的，你这么优秀，对不对？啊，别说啦，对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现在吹捧你，应该就下地狱，我已经想好，就是有那种反串发文，很有心的。我在走你之前录的，对啊。我是那个很夸张，好吧？每天做什么事情他都知道，哎。对啊，其实那算是很忠实的粉丝吧。对啊，我觉得很厉害，就是他要发了你的任何一切，然后反串。对啊，他还得自己想梗。他要花时间在那边排版，老实说不容易耶。其实蛮难的，就是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。他绝对是很喜欢，绝对爱死。你发现？你看他讲话感觉可能很成熟稳重。嗯。为什么他之前那么黑我？真的有点太……对啊，为什么？就你开的还要我给他看啊，我又不好笑。啊，不好笑啊，就啊就打嘴炮。我不好笑，只好骂观众，什么逻辑？就每个人有适合自己的样子啊，我就不适合走 UD 啊，我就不适合走 UD 那个样子嘛。我非常。因为哪个？我小丑是吗？我小丑。妈妈有个胖小丑在这儿，快来看呐！我是说，有一些人因为长相，所以他适合某些风格。那我不就比较像八加九吗？我不是要攻击你，你不要把我敌意那么重，好不好？没有，那我是说真的啊，我很重。不过他的台蛮好看的啊，好看的点在。他说谎没？没有，我刚刚看他没有看过我的台。对啊。什么？你没有？什么？我没有看你。我们刚刚有看，没有，我们没有看。没好看啦，你白痴啊！没有，我就直接讲，我们刚刚翻了你的记录。哦，真的。我实况只看自己朋友啊，然后
基本上我也很少看别人实况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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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就很惊讶。你们有大天神吗？你朋友是大天神？是啊，可能吧。好开心啊！为什么？他很喜欢大天神啊！我早期最好开台的时候，我是把大天神放在当成我开实况的目标。对啊，我觉得能够黑过人都想法都会算是偏正面的。心理压力很强，是不是？现在在这里面的人心理都偏强。没有啦，在座的各位，在座的应该都偏强。实况，我有一阵子PPT 打开，我根本不用去找这种文章，我只要发两个叉叉的。对啊，我走。没有手掌的。因为我那时候读书的时候，你有读书啊？有，我那时候读七年的高中，厉害。对，我那时候学校越换越奇怪，换到最后一所，那个前面的人直接转头看，哎，今天要不要去闹点事？我想说，我他妈是去中级班，是神经病。到底有没有人啊？有，我刚有看到。那你幻想的是不是？我刚有看到有。他幻想里面根本没人。我刚看到。哎，他里面有电脑。哦，有啊。为什么里面还要有一台电脑？难怪他外面那个电脑那么干净。然后女朋友要用啊。哦。是吗？没有，我里面在掉，我没用过。我们分了用，因为如果等下点开，他女朋友跟别的男生。没有啦，他乱讲话。简单。你不用有床架吗？可以的话是有比较好。对啊，就是应该还是要一个可以坐下来就可以照、這個。我以前以前是这样，只是没有钱。我每次看到头哥讲那个他没有钱买东西，我都觉得很好笑。因为在最早以前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他在实况台讲说，我一个月赚10000多，我快扛不住了。哎，你刚才打什么？这么痛快？那个天堂的网啊。哦，是哦，按打完了吗？啊、我看你刚刚很嗨，有开到好的吗？没有，就是很爽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跟敌盟抢，就我们把王拖去一个角落藏起来，然后他们以为没有王，然后全世界找到王。对，全世界找到王，然后我就在公屏说，哎、欸，我在哪里啊？白痴来杀我！然后超多人飞来杀我，我趁他们飞来杀我的时候，我们全部跑上来吃王。他这也是一个很特别有。他的仇恨值怎么可以那么高？我仇恨值超高，我一喊马上来了40-50个人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全部飞上来，他们还上镜头，人的本性，他们知道我是实况主，就想要来杀我。我说不要杀啊，我没有开台。你要干嘛？头哥没跟我讲这话哎、欸。我们通常都不会 Q 任何一趴，床上有卫生纸。啊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房间搜讯好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应该还不错吧。真的吗？你。没有没有，信号不好，信号不好。哦，信号不好，最好不要进来。好猛！哎、欸，你觉得谁卸妆会差最多？现在的实况组。他干嘛自己 Q 我？最喜欢开这种东西。哎、欸，你觉得哪一个女实况组卸妆差最多？不要害我好不好？不要害我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。谁卸妆差最多？嗯。我认识的好像都没有画很多的、啊嗯。你在镜像观察没有？我认识的每个都画超多，想怎样？来呀、啊！我觉得咪菲差蛮多的。咪菲差蛮多的。你觉得啊？嗯。我觉得哦，对，又可以对了，又可以对了。我讲过很不能跟哦，我讲过很不能跟。那你说哪几个没差？嗯，越戏还好吧。嗯，没有，你就画眼睛而已。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摸过他脸吗？没有啦，就感觉哦。你干嘛一直都还想掉啊？感觉哦。过完以后觉得那个实况组没个发发户，妈玩个手游。不是，这边实况组没有什么欲望，我们欲望其实就是玩游戏，就玩偏向是，对啊，就像我大概3年没有买衣服了吧，那我衣服都是不是你们看我都穿到厂商给的 T 恤，你记得 TPA 我什么时候进 TPA 的吗？2012年，就这双鞋十三年了，2012年 TPA 的队鞋，我还在穿，哎，可以拍一下吗？今天的队鞋。时代的眼泪，就这一双哦。对啊，你去看啊，回去看 T V 的照片，大家都穿这双。好牛逼哦！对鞋，真的、哦。哎、欸，望侧有番茄。他那番茄看起来超逊。刚光看你是我知道。有点像，还有烤箱。对，烤箱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他们烤箱蛮漂亮。而且烤箱是内建，很牛逼哎。他的厨房好棒哦，没有他的设计是我很喜欢。你要不要来这边？每次就来煮。你要不要来这边？嗯，就是我们厨房可以送你。你要把自己送来这里。好棒哦！我看一下他们都平常吃什么？泡面，大量的泡面。这是什么啊？啊，你为什么不吃？因为我在想我要怎么吃啊。不是就，哎，要不要吃看看？我要吃看看，只是他这一包里面的东西已经变酱糊，连挤都挤不再出来。哎，这个很危险哦，他根本挤不出来。那你把它泡在里面，然后让它融化。我把这一个东西泡在里面，你想下一集没我的？怎么知道？
妈的！哎、欸，其实很香哎、欸，很香啊，对啊，好好吃，而且味道是重口味的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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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流口水，好喝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日期耶？我看一下，那现在才看，那都喝下去了，味道超怪的，真的是。2018的一月过境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现在可是泡面过境啊，啥？泡面有影响吗？不知道，我刚刚喝起来感觉啥？而且我刚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酱包，连东西都挤不出来。挤不出来，挤不出来。你有喝吗？我有喝啊。我有冲动。有差吗？应该没差吧？是没差，有差吗？味道很不够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那个酱包啊。你怎么吃的进去？他是不是觉得不错？嗯，过期的。不错啊。嗯，贵极耶，看过期啊。太烂了吗？你要吃哎、欸，他要吃哎、欸，好吃。哎、欸，你平常过得不太好的、欸。有东西就吃啊。你不是我很好养，你不是赚蛮多的吗？都拿去出所有的、啊。你敢杀啊！吃泡面都要阻止啊！不带吃泡面啊，爽。他们希望你戴一下耳机。都要戴耳机哦。对啊。所以要戴这耳机，然后用滑鼠。没想到吗？其实这集是赛德斯的工厂。没想到吗？海哥和周边，这个指令不错，都被骗了。越中二我越爱。对。现在问我，我耳机是什么？快点！我才不敢讲呢，你不是要大声念出来？请问下，这只耳机这么好看，是哪一只耳机啊？当然是赛德斯暗黑斗王。还有，我再说一遍吗？然后我们要再语音的。好哟，我们那个今天。算是来到一个很高级的住宅区，成功挑战了最黑组合。对，好像也没怎么样嘛，聊天室也没什么啊。如果你们想要跟丁特有更一步的接触， okay. 天堂，不要来赶我啊！我还享受自己的游戏世界。下礼拜我们要去六探家，六探家最黑的玩去最白的，真的耶，圣光哎，他很圣光，真的超圣光。4月27号的晚上7点，大家记得要收看的，大家拜拜喽，晚安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